口交流优秀奖获得者，八卦掌第四代传人。八卦掌又称游身八卦连环掌，是一种以掌法变换和行步走转为主的拳术。八卦掌经过长期创新和发展，主要分为成派、隐派两大派别。本篇介绍为成派套路，基本功法以行桩功为基础，身形要求顶头竖向、抽腰溜臀、沉肩坠肘、十腹空胸、紧当膝胯、气沉丹田。四肢运动先动腰，退有路，进有门，四正四斜走游身，不动则静，静如泰山，动似游龙，刚而不滞，柔而不散，圈中有圈，层层不穷，行步如流水，落脚似踩泥，发力要完整，转体似旋风，进断意不断，意断神连，起伏转折滔滔不绝，周身一体，内外相合，外重手眼身法步，内修心神意气力。的基本内容是八大老掌、八大母掌和二十四式六十四掌。现在演练的是八大母掌，即单换掌、顺势掌、双换掌、背身掌、磨身掌、转身掌、回身掌、翻身掌，各地流传内容也不完全相同。与龙爪相似，虎口撑圆，掌心内含外部向外蹬力。基本步行介绍：叩步、摆步、扑步、马步、弓步、虚步、直步、礼合步。半叩步，一脚尖对准另一脚内侧，中间呈九十度，两膝必须相顶，一般在回身时采用。叩步，前脚内叩，后脚对准前脚跟，两膝必须相顶，一般在回身发力时采用。过扣步，前脚充分内扣，超过后脚，两膝必须相顶，一般在转体大于180度时采用。半摆步，前脚外摆，脚跟对准后脚内侧，中间呈丁字形。摆步，前脚充分外摆，膝部稍屈，重心偏于后腿。过摆步，前脚尽量外摆呈平行，接近180度，重心于两腿之间。扑步，一腿伸直，脚尖稍内扣，一腿全蹲，脚尖稍外摆。马步，两脚平行，脚尖朝前，两腿屈膝，身体下沉。弓步，前腿屈，小腿与地面垂直，脚稍内扣，后腿伸直，脚内扣。虚步，一只脚的全脚掌着地为实，另一只脚的脚跟提起，脚尖点地为虚，重心位于实脚。直步，两脚尖朝前，两脚前后在一条直线上，一般在连续进时采用。礼合步，前脚尖内扣约45度左右，后脚尖朝前，两腿稍有弯曲。基本掌法介绍：推掌，掌心向外，虎口撑圆，合指朝上，手指要自然放松，掌心要空，着力点在拳掌上。穿掌，掌心向上，小臂外旋，小指上翻，着力点在小指一侧。削掌，四指并拢，掌心向上，拇指外翻，着力点小指一侧。调掌，四指并拢，拇指侧朝上，屈于掌心，着力点为食指侧。劈掌，五指自然分开，小指侧朝下，着力点于小指侧。探掌，四指伸直，拇指自然弯曲，腕部挺直，着力点四指的指尖。撩掌，四指并拢，掌心朝上，着力点在掌上。
壮掌，四指自然分开，虎口撑圆，掌心空，腕部蹬力向前，着力点为掌心。基本身形介绍：三圆、三顶、三垂、三空。所谓三圆，虎口圆，臂圆，胸部圆；所谓三顶，手向外顶，项部上顶，舌尖顶上颚；所谓三垂，肘尖下垂，肩向下垂，气下沉；所谓三空，手掌要空，脚掌要空，胸要空。三盘介绍：上盘、中盘、下盘。所谓上盘，两腿微屈，适合于初练者练习。所谓中盘，两腿半蹲，适合于有一定功底的人练习。所谓下盘，两腿下蹲，功底深厚者才能做到。基本功介绍：形装八大老掌，下沉转掌，双托转掌，合抱转掌，七星转掌，双撞转掌，阴阳转掌，内合转掌，推转掌，第一掌单换掌，共九个动作。预备式、起式、推转掌、扣步掩肘、扑步撩衣、腋下藏花、右旋横开、行步撩衣、腋下藏花转叉掌。正常演练一遍。慢动作一遍，预备式。起式。推转掌。扣步掩肘。扑步撩衣，腋下藏花，右旋横开掌，行步撩衣，腋下藏花转叉掌，正面慢动作一遍，预备式。起式，推转掌，扣步掩肘，扑步撩衣，腋下藏花，右旋横开掌，行步撩衣，腋下藏花转叉掌，第二掌顺势掌，三个动作，外摆步，顺步盖掌，掖掌，正常演练一遍。背面慢动作一遍，外摆步，顺步盖掌，掖掌，正面慢动作一遍，外摆步，
顺部盖掌，掖掌。第三掌，双换掌，共六个动作：鹞子钻天、托天打地、白蛇捕草、左右横踏掌、腋下藏花、左旋横开掌。正常演练一遍。背面慢动作：鹞子钻天、托天打地、白蛇捕草、左右横踏掌。腋下藏花，左旋横开掌。正面慢动作：鹞子钻天、托天打地、白蛇捕草、左右横踏掌。腋下藏花，左旋横开掌。第四掌，背身掌，十三个动作：扣步掩肘、行步溜衣、鹞子钻天、白蛇出洞、穿掌如腿、回身摆步、扣步旋掌、白蛇吐信、反手下压、扣步下插掌、白蛇吐信、掩肘、白蛇出洞。正常演练一遍。背面慢动作：扣步掩肘、行步溜衣、鹞子钻天、白蛇出洞、穿掌如腿、回身摆步、扣步旋掌、白蛇吐信、反手下压、扣步下插掌、白蛇吐信、掩肘、白蛇出洞。第一小节，正常演练一遍。背面慢动作：扣步掩肘、行步溜衣、鹞子钻天、白蛇出洞、穿掌如腿、回身摆步。正面慢动作：扣步掩肘、行步溜衣、鹞子钻天、白蛇出洞、穿掌如腿、回身摆步。第二小节正常演练一遍。背面慢动作：扣步旋掌、白蛇吐信、反手下压、扣步下插掌、白蛇吐信、掩肘、白蛇出洞、正面慢动作：扣步旋掌、白蛇吐信、反手下压、扣步下插掌、白蛇吐信、掩肘、白蛇出洞。第五掌，磨身掌，共五个动作：左是横穿掌、左是掖掌、右是横开掌、双摆双扣步、右是掖掌。正常演练一遍。背面慢动作：左是横穿掌、左是掖掌、又是横开掌、双摆双扣步、又是掖掌。正面慢动作：左是横穿掌、左是掖掌、又是横开掌、双摆双扣步、又是掖掌。第六掌，转身掌，九个动作：鹞子钻天、托天打地、
百步挂掌、枯树盘根、大蟒翻身、进步穿掌、回身傲步盖掌、撤步掖掌、行步穿掌。正常演练一遍。慢动作一遍。小节，正常演练一遍。背面慢动作，鹞子钻天，托天打地，百步挂掌，枯树盘根。正面慢动作，鹞子钻天，托天打地，百步挂掌，枯树盘根。第二小节正常演练一遍。背面慢动作，大蟒翻身，进步穿掌，回身傲步盖掌，撤步掖掌，行步穿掌。正面慢动作，大蟒翻身，进步穿掌，回身傲步盖掌，撤步掖掌，行步穿掌。第七掌回身掌，七个动作，压掌、劈掌、回身调掌、进步穿掌、回身雕手、推掌、回身下叉掌。正常演练一遍。背面慢动作，夹掌、劈掌、回身调掌、进步穿掌、回身雕手、推掌、回身下叉掌。正面慢动作，压掌、劈掌、回身调掌、进步穿掌、回身雕手、推掌、回身下叉掌。第八掌翻身掌，共十一个动作，翻身横挂掌、回身掖掌、穿掌如腿、回身下叉掌、翻身横挂掌、回身掖掌、回身撞掌、走马活鞋、腋下藏花、横开掌、收势。正常演练一遍。慢动作一遍。第一小节，正常演练一遍。
背面慢动作，翻身横挂掌，回身掖掌，穿掌如腿，回身下叉掌，翻身横挂掌，回身掖掌，正面慢动作，翻身横挂掌，回身掖掌，穿掌如腿，回身下叉掌，翻身横挂掌，回身掖掌。第二小节正常演练一遍。背面慢动作，回身撞掌，走马活鞋，腋下藏花，横开掌，收拾，正面慢动作，回身撞掌，走马活鞋，腋下藏花，横开掌，收拾，最后把八大拇掌的完整套路演练一遍。